话二十多岁左右，现在二十多年左右，两米左右，自由度很大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那在这二十年当中，肯定会有不同的人对你的头发有不同的看法。很多每天都会有，了解的人我会多说一点，不懂的人就没必要和他交流。那会不会有一天您会把头发剪掉呢？现在不知道。就是自由，以后可能想剪就会剪。对对对。那你有做些什么？是我喜欢的事情，一直在做。现在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难得。我的收藏也能给我带来很大的收益，收集欧美名牌的组合衣服。你说你以前拍过电视是吗？都有都有，有报酬的，或者我喜欢的节目也可以没有报酬，但是是我喜欢的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